再好的创意也像植物一样需要灌溉，也不知道宋总您愿不愿意把我们的合作再推进一下。我们领个结婚证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好像听劈叉了，您刚刚说什么？我在跟你求婚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是认真的，跟我成为一家人了。萱萱需要一个爸爸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肯定很辛苦。说什么呢？听不见。我想以一个合法的身份照顾萱萱，还有你。我们都不需要。晨晨现在很叛逆，他也需要一个妈妈的照顾。那是你的家事，不好意思，我爱莫能助。齐思洛，你现在年收入只有80000吧？可能还不到。你觉得你自己有能力给萱萱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吗？我可以。宋总，你这么说话就有点过分了吧？可能我说话有点不太好听，但我说的是事实。我觉得我们现在需求互补，很适合生活在一块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冷静地思考一下。该冷静的是你，无论我钱多钱少，那都是我一分一毫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。再说了，我怎么照顾我女儿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轮不到您操心吧。我对你只有工作上的需求，没有生活上的需求。谢谢。齐思乐，可能是你误会了，其实是我需要你。别打斗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宋总。也得了这种病。孙乐，吓着你了吧？爷爷，您的手术我们还是早点。哎呀，没事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只要你们两个呀好好的，啊，别遇到事儿就置气，爷爷就放心了。啊，你这小子，你怎么惹人家生气了？我刚刚和他求婚了。啊，求婚了！爷，你慢点，这可是好事儿。不是，爷爷，我。浩宇的父母呀，走得早，他年纪轻轻的，就承担下公司这么大的压力，他也不容易啊。要是你们两个真的能结婚成家，爷爷就算入土，也就安心了。爷爷啊，您在说什么呀？您放心，我和思乐会尽早完婚的。好，爷爷，哎呀，我得好好活着，我要看着你们结婚啊。这结婚大事儿得提前做准备。不用送我了，你回去照顾爷爷吧。刚刚谢谢你啊。你为了爷爷向我求婚，我可以理解，但纸包不住火，你还是找个恰当的时机跟爷爷解释一下吧，免得谎言戳穿了，让他更伤心。你可能误会了，我是认真的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结婚是那么容易的事吗？你不用现在立刻回答我，我等你考虑好。你说吓不吓人？当时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觉得他这人是有什么大病吧？可不是嘛！当时我看老爷子没什么事儿了，我才松了口气。谁跟你说老爷子了？
我是说你被刚认识的男人求婚的事儿。对哦，我被求婚了，我居然被求婚了。啊，也是，我是最符合那个相亲需求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事儿吧，怎么那么奇怪呢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你求婚了？啊，这是在咱俩谁的梦里？人家该不会以为你是诈骗的吧？你就没想过，万一他是诈骗分子？不过你这求婚的措辞也太不考究了，明晃晃的给儿子找妈，人家不生气才怪。茂林的宋浩宇，那不是我们幼儿园晨晨他爸吗？我可提醒你啊，不能因为晨晨喜欢他就过分冲动。你千万别因为项目把自己搭进去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对那个爸爸是什么感觉啊？说真的，你自己是怎么看待那姑娘的？能有什么感觉啊？操之过急，太草率。算了，反正都已经拒绝了，就当没有发生过了。你话怎么这么密呀、啊？没想到咱们宋总也有今天啊！不过追姑娘嘛，不难的。兄弟，我有多年的实战经验，今日也倾囊相赠。哼，不需要，一个女人还能比那几个股东更麻烦？你说的那是工作，追姑娘可不一样，年不上还那么轻狂。工作？他抽风也就算了。万一把我项目给搭进去怎么办啊？七小姐，策划案还有些细节需要调整，请本周来公司洽谈。我收回我刚刚说过的话。还有戏？你小心啊，小心他项庄舞剑，意在美。他舞他的呗。他舞出花来也迷惑不了我这颗智慧的。也是哈、啊，要是有人能迷惑得了你呀、啊，你也不至于舞台单身 solo 这么多年了。哎，你这话说的。行了啊，那我就不跟你操心了。爱妃，你就搞钱搞事业，我呢就要开始我的生活了。你又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注意安全啊！